这里往上看，往上看，看一下，看一高了嘛，靠高了，这里感觉一下，感觉有点轻松，有点轻松，嗯，轻松，啊、还有什么地方？嗯，眼睛有点亮，哈哈哈哈哈，还是。
就是真的嘛，那是副作用，对吧？对啊。还有一个我请教一下，我老婆，就说他营养品他什么都查不到，就说他有时候呼吸困难，什么呼吸困难啊？呼吸困难，我你怎么检查的？怎么？呼吸是这里困难，还这里困难，还这里困难？这里困难，这里困难，这里跟呼吸有什么关系？不知道，就胸膈。在这里痛？哦，痛吗？痛，痛是没有，就是说很难呼吸。我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啊，没有没有回来，好，等下回来的话我再来找。我只能试试来了啊。啊，那个那个还留一下。我要脚的，脚的，那脚怎么样？哪里？脚宽筋啊，宽筋啊。现在现在是痛啊，那个这个部位啊。你是不是看脚了？啊，不办法，冰天走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里啊，是吧？很肿啊。下一个影响后呢？啊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啊？下一个好了。嗯。又冰又少了。嗯。这个银子多了吧？血银子多，这些脱银子进去。我可以好了，好了，学好了。现在看看这个肉嘛，两下。我说进你的汤啊。来，没见呢，这楼门烂嘛，那个还被盖的有。他被磨烂了。啊？有啥？东西没搬过呀？他没有搬过地方。什么？什么事情啊？不是，不是，这些我是想搬的。上了太久了。有好的这种。超低油干，啥？好，干。第五号在买一碗啥呢？有没有啥？我卖了。应该是没有。卖。假卖可以不错。这个静脉扩张有问题。我们包括我们对，我们那个光跑的跟不住，翻光翻。四五六年了。哦，那个假卖可能。差不多。如果给我，我也靠把劲了。多了。医生说，他妈搞什么四十岁，就48年了。我42岁，46年。你那个24小时会去外面清楚吗？那是自然的。哇，我是没什么经验的，去到那边什么预兆都没有。结果我上一次反应，早上一起来就脚就痛了。啊，就脚就冰的，拿回冰的。我靠背冷。那不是看看，看看这两个有没有差？他说先看看你有没有差，你没有差没讲干嘛？说真的是轻松，真的轻松，轻松没有那么轻松呢，不懂吗？真的轻松啊！哎呦，那十几二十年的喽？啊，这是十几二十年的喽？对啊，16年啊，几分钟外头啊，轻松，轻松，轻松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明天的让你舒服啊，谢谢。这里住房了，不是到上面管吗？白管吗？上面，我上面管住。灯火。啊，那边可以看到。啊，好。也会到那边去。可以。这边住两年。对啊，住两年，那边住两年。有没有病人？有没有病人？有病人我就。有病人有。啊，你帮我找病人啊！找了我也是一个了。我明天还要来。师傅，那这样子，我们这边有很多病人，不过不好意思给你这样子而已。要不然啊，我来就是要治病的，这样子太好了，住几天，对不对？啊啊啊！因为我们有13个村这个乡呢，然后13个村庄，功德无量，住个10天半夜。哎呦，不行，我飞机票太好了。那你又有病人要到哪里去？回加拿大了，先到台湾，然后再回加拿大。我有加拿大。27号，那还早。对，还早当天的。还早，还早27号，已经治好了。只要有病人。好的，病人咯。只要有病人，我就。真的，真的。因为我不是来逛逛的，我是来治病的。啊，谢谢。我不是来看来看去的。我知道有病人。他这样，我就放心。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来一趟不容易，3年前我来过，哦，但是没有人呢，哦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不认识，没有人知道吧？跟他们讲，
不信。啊、你去跟人家讲说有人摸一下就好了，谁信？对，没人信我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三年前来的时候没人信，那没人信我就没办法。那我就走了。今天不少啊，你那个时候你没有找到我们，哈哈，都没有上班的多耶，都没上班的多耶，听得更清楚了，真的。上次可能两位看到老乡长吧，上面老乡长就中了。三年前我还在职位上，啊，这叫什么？就是我以为清迈就是最北了，没有再北了，啊、所以我到了清迈我就以为。都是讲太原，我也不知道谁是华人。啊。那我就说，那可能找不到，找不到我就。我明天大师明天很多、啊，我们那个香港会。没听光来的就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最重要是，比如说1200个来400个就没办法了。嗯。就两天大师的那个功能可能会，如果是两三百人的话，你可能会减低那个功能。没有。你晚餐给我准备的好一点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来一碗面啊！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说就没问题了，师傅，你不说的话我就不知道。啊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那刚才说的呀？听得清楚吗？都知道了。高下来就中啊，往左。都知道了。更近啊！知道了，好了，师傅，然后。